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八届第四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22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时间2020年12月12日下午20:30至5:30，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八届第四会及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21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20年12月9日上午9:07至10:45，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廖正景等12人，列席委员吴嘉诚等25人，列席官员：司法院秘书长林锦芳、刑事厅厅长林俊毅、法务部政务次长吴成桓、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内政部入住国移民署、国防部、卫生福利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均派员列席。主席吕召集委员学章。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司法院及维牛美女等分别提出之提审法修正草案案。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提审法修正草案第一条，照司法院提案通过。草案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至第十一条均照案通过。草案第二条增列第三项。草案第五条除第一项第五款修正外，增列第六款予均照案通过。草案第七条增列第四项外予均照案通过。草案第十二条修正如下：本法自公布后6个月施行。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吕召集委员学章出席说明。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配合提审法修正，因特殊情况致提交困难，机关应设置视讯设备，以利法院讯问。相关所需经费，请各机关配合，必要时动用第二预备金列入记录。散会。本日讨论事项：审查委员廖正景等18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119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没有错误，我们就确定。议程已宣读完毕。现在，介绍列席官员之前，来介绍这个本会的委员廖正景委员。吴怡珍招委，尤美女委员，非常美丽的尤美女委员，对，好，那介绍官员哈，来，司法院刑事厅林厅长，副秘书长请假哈，那刑事厅调办事法官吕法官，接着介绍法务部检察司张司长，检察司樊检察官，接着介绍国防部法律事务司审判事务处赵处长，接着介绍财政部国库署陈副署长。以上如果没介绍到，稍后再来补充介绍。接下来进行提案说明，首先请廖正景委员来提案说明。主席、各位委员，本席这次提出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修正的条文，最重要就是，我想我们这个被告被羁押了以后，那么释放出来，最重要是要他提出保证金，就怕他跑掉。那如果说他现在已经判刑确定了，或者有一部分还没有确定，但是他已经也被关进去了，就是说保证金能不能还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争议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被告或者是这个第三个保证人，那因为家庭发生事故啦，或者是他这个做生意失败啦，或是夫妻离婚等等的问题，那他不愿意帮他做保啦，他要回去做继续羁押起来，那这个时候
他的保证金要不要发还的问题，我们把它更定明确一点啊，那让我们这个将来执行单位或是被告第三人更能弄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意见里面，所以今天做这样的修正。以上报告。接下来请司法院林厅长来做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各单位代表、各位女士、先生、先进，今天奉邀列席贵委员会，就审查委员廖正景等18人凝聚《刑事诉讼法》第119条条文修正草案提案，代表司法院奉邀前来列席表示意见，并被质询，深感荣幸。之将本院就修正草案意见报告如下：一、整体性意见。基于宪法第16条诉讼权之保障及正当法律程序之要求，借由合法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以实现程序正当，并追求实体真实，彰显社会对于公平正义及人权保障之期待。而刑事诉讼系以确定国家具体刑罚权为目的，为保全证据并确保刑罚的执行与诉讼程序之进行，故有许实施强制处分之必要，然能应符合比例原则之要件。而拒保作为强制处分的太阳，关于拒保要件及相关退保程序，是应符合前接宪法原理原则之要求，是以本厅尊重大院立法形成权。二、关于委员凝聚刑事诉讼法第119条条文修正草案部分意见，对草案研拟的修正方向尽表同意，并留待逐条审议时呢表示意见。以上意见敬请指教，谢谢。你那个不是本厅，要本院哈，你是代表本院哈，代表本院哈，那刊录哈，给他改正过来，好，请问其他机关有否要做说明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提案已说明完毕，接下来进行询答，每位委员发言时间5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下午3:30截止发言登记。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廖正景委员来发言。5分钟加2分钟哈。啊，林厅长，我请林主席，我请林厅长，请林厅长。委员好，厅长，我想这个刑事诉讼法，我想没有一个人比你了解的了。不敢，对不对？不敢当。而且根据过去来讲，你对这个人权方面也非常重视，可是你了解没有用。到了落实到地方执行的时候，还是会有偏差，是不是？是。所以我们是不是把它更定明确，让底下人执行更方便一点？是。是不是？是。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羁押他？就是要找证据嘛，避免串供嘛，对不对？是。等到羁押的条件结束了以后，我们把他释放出来，但是又怕他怎么样跑掉，所以我们才有保证金嘛。是。对不对？是。好了，等到刑期已经判定了，被羁押进去，又把他收。去这个到监狱去执行啊，那换句话说，当初怕他跑掉的那个条件就没有了嘛，是不是？是啊、哦，或者是说还有一部分还没有执行完，可是他也已经被抓进去了，他也没有机会跑掉了。是，所以像这样的保证金就不应该说扣在那里不还人家。是，是不是？是。好、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第三个人他保证不是被告。他家庭发生变故，或是夫妻离婚啊，或是说，哎呀，我当初帮你做保，可是我一看你这个人可能会跑掉了，我也怕啊，所以我不愿意不做保了，所以希望你赶快回去关起来了，对不对？或者说我做生意失败了，我愿意回去把这个钱做转金啊等等的问题，像他也是无可奈何，像这样的话，他进去了，那当初缴的保证金，是不是也应该发还人家？是不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有一些不合理的，我觉得像厅长，你马上当院长，啊、哦，我觉得你所思考的就很周到，可是到了下面去，他怕啊，或者是说有时候把他鸡毛当令箭呢、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所以我说我们这次修法最重要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是。那当然，我也很感谢你，我昨天。我们大家请教一些，啊、哦，我们也请你提供意见，我们底下会有一个修正的意见。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怎么样子的把修法更完善一点啊，让我们将来执行人员也更能够具体比较明确一点，然后被告然后被第三人啊，比较不会有将来模棱两可的地方，我想你应该认同吧？是，完全认同，是不是？是啊，那我多余的时间呢啊，厅长你马上去当院长了，是不是？但是凭良心讲，我有一点依依不舍，谢谢，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司法委员会，大家都把你当作司法的泰斗，不敢，不敢，是不是？都请教你，不敢。那你当了院长，我们没有办法请你来啊，是不是？要法案，要什么预算才能够把你请来？你会不会不习惯？是不是？所以我也拜托，张伟有空的时候。我们他下礼拜去，我们就去给他庆贺，我们去考察他，去庆贺他，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你快去快回，是，好不好？是，记住过一趟水就好了，然后回来当秘书长。不敢，不敢，不敢当啊！不敢当，或是当副院长、院长，我们期待。不敢，看你这么年轻，我觉得条理又这么清楚，我将来觉得有机会，你。如果是这个院长、副院长的，院长要经过我们行使同意权嘛？对啊，我一定帮你搭票，保证帮你搭票，好不好？然后最高票，好不好？你也点头了啊、哦，表示可以接受院长这个位置了。好，那过来我请那个检察长，请法务部检察司张司长。啊。喂，好，司长，是我刚才喊你检察长了，啊、哦，那是以前的职位，可能我要喊你检察总长才对了，4月19号就到期了吧，对不对？好，那你接着我这修法，好不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委员考虑的非常周到哈、啊，这个方向我们是认同，只不过说在我们法务部的立场，我们还有一些疑问，可能大家手上有一些这个书面的那个资料啊，不代表说我们是反对，不是这样，是我们有一些有一些疑问想要厘清，如此而已了。那比如说第一项的部分哈、啊，第一项部分那个像委员的版本哈、啊，委员的版本，我今天有提个修正动议出来了，是是。原先是说这个依法执行，这个依法执行这个在我们感觉上就是说会有一些疑虑的，不知道到底是说全部执行完毕，还是说只送进去这个执行部分。你应该解释说这个人已经被关进去了、啊、他逃亡的条件没有啦，是是是，管他还有没有案子，反正他已经被进去了，你当初交保证金就是怕他跑掉嘛，是不是这样意思？那第二项的问题哈，第二项的问题我们考量的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可以说自己我不想不想缴这个保证金而自己想被关进去，这种好像跟我们一般这个在羁押的制度上面好像有一点这个，对，我就刚才讲嘛，他已经不得不啦，被发生事故啦，是，对不对？或是他那个保证金他要周转用啊，是，他认为那个救他公司比较重要，再进去一点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的书面意见里面所提的哈，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想厘清了哈，就像这种情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来了解说他是不是有羁押必要？所以我们最后的审核权还是在你们嘛。是，如果这个方向，那我们都是可以认同，对，最后还是回归到由法院跟检察官来审核嘛。如果说得嘛，是是是是，得不得还是在你们嘛。是是，如果说还仍然保有这个，我们检察官跟法官如果仍然保有这个裁量的空间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对，所以我们的修正的动议还是得由你们来审核，是，好不好？是，好，谢谢啊，谢谢。接着下来是轮到本席来发言，请接下来请吕学章委员进行询答。主席、各委员同仁啊，列席的各单位首长，请主席邀请啊，司法院啊，我们林厅长啊，请林厅长，马上就是林院长。好，还有这个法务部啊，检察司啊，张司长，请张司长。
那李法官要不要上来见习一下？一起来。谢谢。检察官也要见习一下。那就一起通通上去好了，站一排。好，谢谢。将来准备升官了。那个检察官对于被告申请羁押，是为了防止被告逃亡、串证及犯重罪的情形，依刑事诉讼法101条嘛，对不对？这个串证及犯重罪的一个情形，对不对？是。那个检察官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法官的部分，那法院准许这个羁押被告，是为了确保追诉嘛，确保追诉、审判还有执行能够顺利进行，对吧？是。对哈。好，那法院准许被告停止羁押，而以交付保证金或是保证书的方式来替代羁押，他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保全追诉、审判跟执行吗？是是是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拒保应该算是羁押的替代处分，是是不是这样？是啊，是嘛哈。好，那准许法院被告拒保停止羁押，被告可自由选择是否接受，对不对？那议事人员这个讲话不要干扰我们的哈。那被告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嘛？那同理可证哦，被告于拒保停止羁押以后，如果因为家庭财务的因素或是其他的因素选择退保，而接受再羁押的处分，法官或是检察官，除非是有正当的理由，不然对于被告的申请退保应该准予退保，这样才合理啊。好，所以依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119条第二项的规定，拒保证书或缴纳保证金之第三人，将被告预备逃匿情形于得以防止之际，报告法院、检察官或是司法警察官而申请退保者，法院或是检察官呢，得准其退保，应该是要这样哦。那这样的规定对于第三人公平吗？你觉得对第三人是公平的吗？那个林厅长，你觉得公平吗？我觉得认为有调整的空间。那个司长，意见都一样。那法官，李法官，你在实务经验上呢？你觉得这样公平吗？意见跟厅长一样。那你们马屁精嘛。好，那检察官呢？那个反检察官呢？意见跟司长一样。那，我白问了嘛，好。就是，这所以啊。我要提到的是说，那本席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退保应该算是被告的权利嘛，就是说退保呢是被告的权利，所以第三人如果因为个人的因素或是其他考量选择退保而接受羁押，应该和被告具有同样的权利才对啊。应该是这样，那不应该有所设限嘛，那就是我们刑诉法119条第二项的一个限制嘛，那因此呢，第三人为被告拒保停止羁押之后，如果申请退保法官或检察官，他除非是有这个正当的理由，对于第三人申请退保啊，你们本来就应该要准许，准予他来退保嘛，这样才符合公平的原则啊。是。那我要提到就是说，被告再次的执行羁押的时候，就应该免除拒保责任，发还了保证金了。应该是这样。
那因为羁押以后就可以确保侦查审判或是在执行程序的进行啊，如果案件确定后啊，依法执行，假使还有其他的案件还没有确定啊，也应该要免除拒保责任，发还他的保证金。我想这是这样，因为被告已因刑事执行于监所、监狱中、监禁中，他也走不了。刚才我们廖正景委员也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他足以确保不论是本案或是另案侦查审判的执行的程序了，完全没有影响嘛。他说关在里面啊，他怎么可能说还逃跑呢？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最近这几年来，法院对于刑事的案件拒保停止羁押的保证金越来越高啊，动辄是百万千万，也有上亿的，最近有上亿的嘛，那被告还有第三人为了筹措保证金啊，四处借贷，当然对某些人来讲他是很有钱啊，很短的时间他筹措得到啊，但是对一般人来讲那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那是这个要可能要四处的借贷甚至变卖房产啊，是时有所闻的，对，所以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申请这个退保发还保证金来偿债，这是所在多有啊，而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里面119条有关于退保的规定啊，确实是不够详尽啊，显然不合时宜，那我们基于法随时转我们也必要来做一个修正，所以本席非常的赞同这个廖正景委员所提的提案那个它是符合法治人权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案子，我们也有提出针对这个一些修正动议，可能原条文里面有未尽，原提案条文里面有未尽之处了，那但是我们经过这个修正动议以后，等一下我们好好来做商量，我觉得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好不好？是，好，谢谢哈。接着请吴怡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那个麻烦一下，请林厅长。林厅长。还有，张司长嘛，对不对？请张司长。委员好。哎，厅长还有司长好哈。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修正条文，刑事诉讼法119条哦，看起来原来条文哦。在这个第二项的部分呢，原来有个文字，就是预备逃匿的时候可以通报报告之后可以主动的申请退保。那看起来在这个提案的委员廖正景委员的提案文字里面已经没有看到这个要件了。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后来的修正动议关于这个预先报告的这个就是有人准备被告准备弃保潜逃的，那第三人为了减少损失他在报告之后的这样子的申请退保的要件，将来在新法通过的时候是整个删除了吗？我想问一下厅长，在这个文字上好像不是这样嘛？哎，包委员，那个第三人申请退保的事由不应该只限于这种情形，应该包括更多。是。那现在实务上把它限缩这样，有时候对第三人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为了让法院呢有更多的裁量空间，委员把这个要件删除了，我们是表示。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这样的删除，将来退保的要件不只是原来现行条文第二项里面有可能被告弃保潜逃的预先报告这个部分，也就是包含其他的因素，只要是法院认为合理、合法、合情的部分，它都可以有裁量的空间吗？是嘛哈。所以立法的原意是希望能够更有弹性，是而不是限缩他的这个第三人退保的要件，是不是？不是。好，是那个司长，那你的意见呢？是。人家司法院是这样子，那修法上面是这样吗？因为这个不是我。我怕到时候啊，
这个同样的个案案子到了法院去裁啊，准了，搞不好到你们检察官又驳掉了，哎，今天要有先有个共识。是，哎，这个因为提案不是我们提的哈，对，这个但是我们觉得文字做这样的修正 是这样的意思吗？如果说、这不是立法疏漏哦，我这样很明确，因为我这样问是有意删除之后是要赋予法院或检察官裁量的空间，还是立法疏漏重演解释？因为这个要件都删除了，所以以后如果说还没有进去执行，被告可能有弃保的状况，我去通报，不要有任何一个个案在这次修法之后，结果被检察官或者是法官驳回之后，你反而这个原来修法可以去处理到的没有，所以我要问你，法务部的立场是不是也从宽赋予裁量，是这样吗？我们认为说现行的文字哈，现行法的这个文字解释上恐怕就是限缩在这里了哈。那但是如果说有其他更好的这个文字能够把这个状况也包括在里面，其实我们不会。那现在的文字，不管是从修正动议或者是原来廖正景委员的提案文字，已经不保留这个所谓弃保的这个预先报告的这个部分申请拒保。那删除之后，按照我们司法院的立场看起来，他就是把这个要件删除，不仅限于这个要件。那你法务部立场要讲清楚吧，我们不要廖正景委员他提案的委员是为了解决这第三人退保的问题，结果弄到后来我们删除了这个唯一的事先通报弃保潜逃的要件，结果搞到后来你们两个不同调啊，嘿，因为如果文字里面如果没错的话，我们事实上还是留给法院跟检察官都有准退保的权利哦。你法务部赶快表态，不然等一下案子审不下去。是，这个我刚刚已经跟委员报告过。所以这样修可以吗？是不是有裁量的空间？不以这个要件为主，还有其他的考量都可以，是不是？我相信这个委员的修正的这个意见。不要讲委员嘛，如果照这样通过，你法务部的立场会不会重演解释？你讲清楚就好了嘛。我们不会重演解释。就会包括这样子，就会从我们立法如果把它写清楚，将来就不会只有这个要件，或是排除掉这个要件嘛，对不对？是，即使是原来现行条文的部分的这种要件，还是检察官跟法官会按照我们现在新通过的条文，可能就会变成去考量是不是符合，是有没有可以应该给他退保嘛，对不对？ 是嘛？那如果是不只是所谓的这个预先报告弃保潜逃的状况，也可以去裁量审酌了嘛，是不是？尤其是如果在我们这个修法理由里面，如果有再把这一个纳入哈，更明确。意思是说，那你们法务部就要讲清楚了嘛。你今天回应的部分不讲清楚，我真的很怕将来啊，人家又查其立法原意啊。我们立法者当时没讲清楚，显然是要重言，惨了。因为这个我一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检察官哈，那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如果立法者原意是这样，那你法务部就要把它讲清楚。是，我们怕到时候法官的法院跟检察官不同调，一样侵害当事人的权利，好不好？是，好。是，然后另外我想问一个关于司法院哦，抱歉哦，就一样问一下林厅长。另外是早上因为国防部有来哦，那谈到那个军法移交的事情，因为军法移交确定大概在明年1月13号就要全部移交了嘛。那我手上其实有调出一个资料，我不晓得厅长刑事厅的厅长应该可以去回答哦。高等法院军事案件的搜结情形，我目前看到的办案法官其实都是初审，就是所谓第一审的法院的法官，在不管是法官学院或相关的受训嘛。可是看得出来目前大概是高院的部分并没有这样子的准备，还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已经有在做相对应的专办或是兼办这样的事务分配，还是说包含他们在职训练的准备呢？包委员，高等法院有两个专庭，军事专庭。那法官学院在今年8月15号修法施行前就已经紧急召开军事审判法的研修会议。那那个高等军事台湾高等法院确实有派两个专庭去听，所以这两个专庭的法官都有去上课，有，对不对？有。那台湾高等法院有，那请问一下，因为我知道原来台南也有军监嘛，对不对？是。那南部呢？台南高分院，或者是至少高雄高分院，或是其他的事务分配二审的这些法官，到底准备好了没有？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去受训，还是说还没有调训到？包委员，那个8月13号的调训，我们的调训对象都是指专办军法案件专庭的法官，
那个我有去，我知道。那高院有，那南部的高院有没有呢？都有，都最起码派一名以上，都至少派一名嘛。所以高院的体系已经都有去调训了嘛，哈。好，因为我在调你们的资料里面哈，我有这个资料，他看得出来你高等你相关的统计数据里面，在二审的这个法官哈，看起来是没有。那麻烦你这个数据也麻烦哦，在正确了解之后，会后是不是提供给我们办公室，好不好？是是，好好好，谢谢谢谢。刚才我为什么要请吕法官跟检察官上台历练一下？因为早上那个吕法官表现很好，啊，是啊，对对对，来回答的时候答得不错的，是，对。接着请尤美女委员发言。主席，还有我们在场的委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林厅长。请林厅长。有委员好。林厅长好哈，再来大家就不会质询你了。是。啊？只有在预算啦，哎。好，我先请教一下哈。是。您知道说那个？保密分案就是最高法院的保密秘密分案，就是保密分案废除了以后，那有所谓的连伸制，这样您知道吗？连伸制是什么？所谓连伸制是上跟二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分给的法官，而后这个案件假如撤销发回，又上诉到最高法院，都给那个法官承办。那这样子有没有违反这个整个？就是说，发回之后再上诉就？有没有侵害到人民的这个审判权？因为通常人民今天案子发回到高院又再上去，其实通常就是说是希望给更多不同的法官，他会有对不对，能够更加的审理嘛。如果说好依照你们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也看到你们有一个最高法院第二次发回更审以后刑事上诉案件的分案实施要点里面，就是如同您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案子上去之后更二审之后就全部一直都同一个法官在办。那如果说好案子都是同一个法官在办，这个法官他不是当他要发回的时候他就应该对这整个案件非常的熟悉，知道说哪些东西是有违背法令的，所以他要发回。对，不是说今天我抓到一点发回去，你上诉再来我再抓一点再发回去上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案件会延宕了那么久，为什么这个所谓的一直在上更级这样徘徊到最后呢，突然之间有判有罪的，突然之间就判无罪了，然后呢一直判无罪的，突然之间上诉就判有罪确定了。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人民的一直违反人民的这种感情，就司法它是人民一直觉得说这是我能够唯一相信的，能够平顶曲直，能够追求正义的一个最后一道防线。结果今天变成这样一个呈现，会变成说好每一个当事人他都要去烧香拜佛，看看说我这个案子会分给哪个法官，真的就变成是说我是在赌这个像赌盘上面，看看说我今天压到好的法官 ，OK， 我的案子有救了；压到一个真的是看案件看这个依照政治的色彩等等来办的，那真的就无救了。所以呢，这整个一个司法变成是这样子，让人民即使说好他今天真的是有犯罪的人，他也不会有羞耻感，他觉得说我倒霉遇到你啊，对不对？那如果说冤枉的人，那他更倒霉，遇到一个就是全部都对不对，就是不依照证据然后就判决有罪的。那我们来看看说好这一次这个石聪远的案子，许聪远的案子大家一直在诟病对不对，好，那许聪远的案子一共发回了十次，那在这十次里面我们发现说真的是更二审之后全部都是即将就任的现在高院的院长石木清的案子是他主办的。那如果是这样的就好，这些案子是由他来主办，而且许聪远的案子是这么的一个重大，那他发回的时候他就应该要知道说哪些点是违背法令的，是有问题的，你就应该一次讲清楚。那甚至最后许聪远会判决无罪，是因为认为高院的是因为检察官收受案件的这个所谓职务收受案件的这个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你在前面就已经发现了，
你甚至你就可以自委判决，结果变成你又发回几次之后再突然说啊，因为早就在判决了，所以前后面的那些被法官的审理变成是完全是浪费，而且是完全违背人们的感情。那我不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法官适合当我们现在即将已经发布的高院的院长吗？当然我想你不方便回答了哈，但是我想说第一个我要问的是说这样的一个制度，就今天案子发回下来又上去一直由同一个法官来办理，说实在的我律师职业这么久，我还是最近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整个全国的人民都被蒙蔽，大家都以为说啊，案子发回来之后又会换另外一个法官，所以呢可能他会再更亲民的更认真的来帮我看看，结果发现绕来绕去还是同一个法官，然后他又不肯判决，然后一直在那里发回，然后让我一直奔波在法庭。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制度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包委员当初为什么说上跟二以后的上诉案件再归给同一法官，其实是基于负责任的心态。依我在最高法院的经验，上跟二的案件归我承办之后，我一定把这个案子呢全部的彻底看清楚，然后假如是要发回，那整个案件应该要指摘的部分一气指摘，因为这个案件指摘下去二审就有所遵循，当然上来的时候呢，那我就会看说我当初指摘的事项你有没有查，假如都查清楚了，那我上跟三我一次就可以结掉，当初真的是基于负责任的心态呢所设的一个制度。好，所以当初设的目的是这样子，是，但是这样的目的有达到吗？您在司法，您在这个司法院刑事厅，你们对这个部分不是你们监督的范围吗？审判的部分不是我们司法行政监督的，审判不归你们司法行政监督。 是，可是这个就说这个的分案制度呢也不归你们，也不归我们、那个、这都属于最高法院的职权。哎，是的，全部属于最高法院的职权。 是。好，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条文的部分，因为呢刚刚我们用这个廖委员说你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因为我原来搞不清楚说为什么提这个案子，他是说很多的人他已经判决确定然后入监执行了，今天他申请把这个所谓的担保金退回，结果不被，就是检察官不理他或是法官不准，那我不晓得说为什么不准，今天你用这个羁押，用这个所谓的担拒保然后去代替他的羁押，今天都已经案件确定了已经没有羁押的必要，他已经入监执行了，那个钱就应该还给当事人啊，为什么不还给当事人？鲍委员，这当然要花回啊，因为很多拒保人在问我们说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领回去，我们都告诉人家说你去关就一定领回，所以呢、这个、但实务上不是如此啊。这个会不会牵涉到实务上个案执行的偏差，理论上本来就应该这样。这我们的法务部张司长，请张司长。就当他今天入监执行，对不对？原来拒保的这个钱，你说好，我今天判决还没有确定，说我要领回，不能够领回。但是我已经判决确定入监执行了，这个已经这个拒保或是羁押的原因早就消灭了。那我去请求把这个钱退还给我，然后很多人说他去申请，然后就没有下文。然后呢，我想这个有的人他可能这些钱可能去借高利贷来的，或是去跟人家借钱的，那这个算。过一天就是算一天，我们现在的诉讼这么冗长，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司法院所讲的，对不对？他不断的发悔，不断的发悔，发悔了十几次，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然后那个钱要拿回来，不能够拿回来，我不晓得您知不知道？是，刚刚委员指教的那一点哈，这个个案的情形我并不了解哈，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可以跟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在我们法务部的这个行政规定里面有规定的这个有定了一个叫检察机关发还保证金要点哈，里面第二点就有规定说案件经这个判决确定或其他拒保原因消灭，依法应发还保证金时，应不待申请就要依这个要点的规定来发还哈，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刑罚执行手册也规定哈，规定如果说这个
无罪判决确定，或者是已经指挥执行或者执行完毕，应不再申请重诉发还保证金。这个是我们规定已经有了，规定归规定，但是实务上好像不是如此，所以你们是不是可以回去查一下所有的，我想就这五年好了，这五年内所有人民拒保的，好，不管是他被告拒保的或是第三人拒保的，是讲然后他案子确定之后发监执行这一部分，是不是发监执行或是判决无罪啊，或是已经羁押，这个就是免除羁押的、停止羁押的，这些就是你应该就刚刚所讲的，他已经这个拒保的原因消灭的时候，他就应该要把钱要还还嘛，而且是不带当事人申请嘛。是，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好，这个部分有几件，然后呢，你们发回的时候，就当他案件确定，然后到他发还，这个平均的时间到底有多久？然后最短的是多久？最长的是多久？是不是就这五年内的好了？最近五年，好。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我们一直看不出来说这样的一个法为什么要修，就刚刚廖委员讲的是说很多人去申请不到啊，检察官不给他，然后呢就摆着啊，那我觉得说这个是人民的钱，怎么能够是这样子？在检察官可能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件，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他是每天利息在计算的，对不对？是，这个可能是这样子哈，这个一般原则上大概就照这两个规定来处理，但是个案的情形有没有其他的因素造成他没有办法发还哈？这个恐怕那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不能够发还？这个个案来认定，我没有办法说现在就讲出那个具体的案例。因为事实上就是你只要拒保的原因，就是案子判这个第一个撤销羁押嘛，这很清楚嘛，对不对？我在执行羁押，这也很清楚嘛，受不起诉处分嘛，案件已经判决确定入监执行了，这些都是羁押的原因消灭啊，这个根本连裁量的权利都没有啊，对不对？那这些本来就应该要发还，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对不对？你刚刚所念的办法是连当事人申请都不用，你主动就应该发还，那现在连当事人申请你还人家摆着还不发还，也不把人家驳回，你如果不发还你驳回也可以，他还不驳回就摆着，所以呢我现在要查的就是好，到底平均都是多久发还，然后最长跟最短的时间，然后一共有多少件应该要发还，然后已经发还多少件，请把这些详细的资料给我们。好，如果说有具体的案例哈，让我们了解说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这样来说明可能会比较，你先把这个统计的数字给我们嘛。统计数是是，好好，谢谢。好，接着请谢国良委员。谢国良委员，谢国良委员不在。报告委员会提案已登记发言委员已全部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潘孟安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现在报告及询答完毕。各位委员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请宣读提案条文。委员廖正景等十八人提案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19条条文。第119条，撤销羁押，在执行羁押，受不起诉处分，判决确定而无依法执行或裁判而致羁押之效力消灭者，免除拒保之责任。被告申请退保者，除有正当理由不予准许，法院或检察官应准其退保。拒保证书或缴纳保证金之第三人申请退保者一同，但另有规定者依其规定。免除拒保之责任或经退保者，应将保证书注销或将未没入之保证金发还前三项规定于受付者准用之。宣读完毕。接下来请宣读修正动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修正动议，这是廖正景委员等所提。第一项部分文字如下：撤销羁押，在执行羁押受不起诉处分，有罪判决确定而入监执行，或因裁判而致羁押之效力消灭者，免除拒保之责任。第二项修正如下：被告及拒保证书或缴纳保证金之第三人得申请退保，
法院或检察官得准其退保，但另有规定者依其规定。那第三项跟第四项部分跟廖正景委员等提案这个内容相同。那提案委修正动议的提案委员是廖正景委员，吴怡珍联署委员是吴怡珍委员、尤美女委员、李学章委员。宣读完毕。条文及修正动议已宣读完毕，现在来进行逐条审查。我们现在休息来协商。这里哈，就因为刚刚你们那个法务部你们那个作业要点呢，其实你们讲的是说不带申请就要主动发还呢，跟这个是变成要经过。应该货吧，有后面已经有货了，因为后面有货它是一个重点。这里是讲说要他们来申请嘛，然后申请了以后法院跟检察官得准其退保，就变成说我可以准我可以不准。那这个跟你们这个发还的要点里面是讲说案件经处分不起诉判决确定或其他拒保原因消灭，依法应发还保证金时应不带申请及一本要点发还。所以一个是说你本来就应该要发还给人家，一个是说我去申请还准或不准还看我的，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第二项的部分，这个第二项跟我就现在这个修正动议里面的这个第二项哈、啊，跟我们那个那两个规定里面的这个条件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那个条件，所以如果说碰到我们那个条件里面所叙述到的那一些前提的话，我们还是要依之，就我们主动发还啊。那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是他申请这个申请就是我们这个修正动议里面的这个被告。这个是不是那种情形的？他申请的话，他可以申请得申请退保。那个时候是。你的意思要经处分不起诉
对，判决是确定，或是其他制裁的消灭。对，那就是我们那个行政规定里面的那个因这个主动发还的那个条件。好，现在你们的那个原因就是第一项嘛，对不对？第一项的撤销羁押嘛，对不对？然后再执行羁押嘛，受不起诉处分嘛，然后呢，案件有罪判决确定入监执行嘛，对不对？那婚姻裁判之羁押效力消灭，所以就是免除拒保的责任，所以免除拒保的责任就表示你的保证金就应该发还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好，第一项的规，因为你现在第二项跟第一项是有关联还是没关联？因为原来的第二项是指说，如果他的这个他在还没有消灭之前，那他现在去跟他讲说他要准备要逃跑了，所以我要赶快，我不想在这第三人，对不对？今天那一个人要跑了，我不想去担这样的责任啊，所以我要求退保。那这时候可以准他退保，那我觉得说这个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不是第一项的原因。那你现在第二项这个规定的搞不清楚，说是第一项的原因还是第二项的，这看不清楚啊。嗯，第一项跟第二项原来条文这是有一定的意义。第一项呢是拒保的必要性已经消灭了，既然消灭了，所以法律就规定是你硬发还，所以叫做免除。好，那这个既然法条规定是免除，那法院就检察官跟法官，就要依职权发还。那第二项呢是这个拒保的必要性还没有消灭，但是让法院重新思考。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第一项是拒保的必要性消灭，第二项是拒保的必要性呢还没有消灭，但是呢，由被告申请权或第三人有申请权，是促使法院重新思考这个必要性消灭了没，是这样子。我有个问题耶。我先问119条的第一项哦，照理说如果被告无罪判决确定，那我曾经在侦查中被交保，钱本来就应该还啊，为什么现在变成只限有罪判决确定？后面的因裁判而致羁押的效力消灭，在说明理由里面有讲啊，所以你这个是因裁判的部分又把就是羁押的这个效力消灭的部分，那前面为什么要再加有罪判决？就因裁判为什么没有含有罪的这个认定？这个用语是抄316条的撤销羁押，他就讲无罪、免住、免刑、缓刑、罚金、预期结。因裁判而致羁押效力消灭，理论上这个裁判那这里能不能就是说加上就免除拒保的责任，那其余缴支那个保证金应该有吗？啊，当然。第三项，第一项是免除拒保，第三项是免除拒保怎么样？应将保证金注销，没有后顾的保证金保留。所以我们看第三项的问题，第三项就分成两种，一种是法定这个免除拒保的责任，第二个是因申请经退保证金的经过法院或者是检察官的这个处分手段。那第一项、第二项的情况，因为现在就是说实务上，尤其台北地检，很多的人申请都不给人家钱，人家已经有第一项的原因了，他去申请退保都不给了。现在就有这个现象。对啊。很清楚。不过如果依法明定的话，他本来就应该要退还给人家。他就已经进去了、啊。他进去了，他这已经消失了、啊。对呀、啊，他的这个不发还可能有他的理由，但是我们现在不了解他的个案情况是怎么样。
对，不管怎么样，他只要已经入监了，你还会有什么对啊？麻烦对啊，入监不管有罪。对啊，你为什么要扣着他的钱呢？不管他其他案件有没有结束，他反正人已经进去了。你地检署要检察官是要赚那个替国家赚那个利息钱吗？没有意义啊。对。因为如果说好，他是有好几个案子，那好几个案子，反正他人在监狱里面，也构成退保的原因啊。你不能够说，因为你还有其他的案子，所以我不给你，不可以啊。因为人已经在羁押在中了啊，对不对？除非说他放出来，他假释出来，那你说另外案子还没结束，我要再羁押，那你是要重新申请羁押才可以啊。所以怎么能够这个不要跟我们监听又是这一样一票吃到饱吧？就刚才我所讲到嘛，现在就是有些人他有几个案子，那他现在已经被一个案子确定关进去啦，那另外一个案子没有确定，他就认为说啊、哦、不能发还，因为还有别的案子，人都已经关进去了，已经在你们手中了，还要那个。那、啊、你这文字没有处理到哦，你要处理多案，多案被就是可能因为第一个案被羁押，然后交保。然后接下来第二案还在审判，他因为第一案要入监执行，就不在这文字里面哦。那就加前面加一个白。他讲，因为有罪判决确定看不出来啊。这个原来的法条哈、哦嗯，就是判决确定的是第一项，那么还没有判决确定的就是第二项。所以假如可是你这里是得申请啊，啊检察官他可以不给申请说，说、啊、因为你还有另案啊。不是，这个。这个是还没有，这个原来的法条设计说，你判决确定，你一定要给人家。那你假如说是一个被告犯两个罪的话，那他当初在拒保的时候一定是综合考量。那现在假如一个罪已经去执行了，那个罪可能是轻罪，那另外一个是重罪。这个时候呢，你要申请法院呢重新思考你的拒保金额是不是减，因为当初是用两个罪去喊。去综合的判断的，哎，搞不好他是先后啊，他是先押这一件，后来又应案，都有可能。他有时候被裁交保的时候，不是同时是两案呢、啊，他两案是先后的、啊。在被你关起来了，啊、所以这种情形就是可以透过第二项让法院去思考，因为我这个立法理由可是第二项是得哎、欸，对，万一不同意，不是立法理由有讲说这个要受比例原则的拘束，所以你法官呢，你就要去考量说，原来是两个案，你的保证金。现在一个案已经确定了，那还有没有必要？因为毕竟另外一个没有，原来如果只有一案的，一案一交保，一定对啊，一定如果是一案一交保，啊，只是第二案后来又认为有可能认为预计案前案可能有交保了，他后面没有去处理嘛？因为法官他。因为法官他一个案件已经判决确定，就用第一项；另外还没有确定的，会不会因那个案子的判决确定导致这个的拒保必要性消灭？那要让法官重新去思考，因为他当初是用两个案或多案去考量的一个保证金，现在因为其中的一个案已经判决确定去执行了，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你要因为案件还没有判决确定啊。我说如果案子，那如果说第一案子已经进去了。对不对？你钱也花还他，因为有第二案，你钱也花还他了。好，万一有第二案又他第一案已经结束出来了，第二案你还可以还没有办完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收他的那个保证金都可以啊。重新再来才可以。对啊。是要重新思考，因为一案一个案子，他有没有必要的事情，应该是个案去思考。但是我讲的是担保金发还，就是我还没有确定的那个案子。卡在那里会变成要等很多案同时判决确定才可以发还，因为文字就看不出来了、啊。所以才会有启动第二项这种让法院你要去重新思考。我现在就担心他刚才所讲到，担心他所考虑到就是说，一些检察官他就会讲说，哎呦，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全部不发还。他可以裁量不发还。得的时候，包委员有一种，那要把改成因就对了。因为事实上他你看第二项哈、哦、他最后一段话哈、哦、你看他的弹出里面有写说但另有规定者一起规定嘛，换句话说呢你就本来就应该发还了啊、哦、为什么一定要得呢，就是用因嘛，你发还嘛，你得的话就有裁量权了，但是他有其他规定有其他的因素，他当然他就裁定了、啊、就不能发还了、啊、鲍委员，那个第一项第二项
的区别就是第一项判决确定，就如招委所讲，确定了嘛，他一定要花还，就是这样子。那第二项他还没有确定啊。那刚才如各位委员所讲的，拒保，这已经被你关进去了。那我们来举一个情形，比如说他被告犯两个罪，那关去关的是一个那个比较轻的刑法，比如说判三个月，然后另外一个他犯的是重罪，那这个你关三个月一下就执行完毕了，那我重罪的部分如何去拒？如何去确保他将来的审判可能性跟执行可能性？有实务上也可能有这种情形。那你就要，你要出来之前就要交保。所以在他进去关的同时，就要启动让法官重新思考，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设计是这样子的。可是这完全看不出来。有，你看嘛，一个是法条绝对的免除，第一项免除拒保责任很强，然后第二个叫做申请退保。所以我们看第三项就两个啊，你个免除，这是法定免除，就好像我们那个撤销羁押有拟制的撤销跟申请撤销两个。不是啊，厅长，你讲的状况就会变成，我只要是多案，我虽然曾经因为一案而交保金，那我多案，然后因为一罪，我先入监执行了，判决确定入监嘛。本来虽然符合一项，可是因为我可能还有第二案、第三案，我就被迫可能就第一项应发还这件事情。我可能就要移到第二项，变成要被用裁量认定的部分嘛。可是这个案子不应该是跟钱有关吗？因为是不是羁押应该是另外一案的法官，他也许不会分到同一案呢、啊。因为我们讲多案不一定是同一案的法官嘛。另外一案法官他干嘛管他那个已经执行了那个钱有没有交保回来，该不该押？另外针对他羁押要件是不是符合重罪原则、相关的比例原则、湮灭证据原则？怎么会是让他去串一下啊？那个有案了，他有两案了，去检查一下前案记录表，调一下，他现在细数三件，他通知一下。哎，哪有人这样？鲍委员，你讲的是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我讲的这种状况到底要用哪一款啊？可不可以还？前案的到后案的，假如分开起诉、分别决定的，那就分别考量。我现在讲的第二，你们所讲的情形是，他同时在裁拒保的同时，就是两个案件，跟前后两个不一样。那分开起诉、分别判决、分开考量的时候，如果该发还的承办的检察官，他把他合并考量的时候怎么办？比如说有法官，比如说那个甲是合并考量、啊。对，甲法官你办的案件，我乙法官我不知道啊。法官不会合并考量，检察官会合并考量。现在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有法官的对啊，我现在就是发生这个情况，就是根本不知道他前面。因为现在就说好，他即使是两个案子，那现在一个案子判决确定他入监执行了，可是他在执行的这个期间，你也没有拒保的理由啊，你还是要让他停止啊。你另外那个案件，你随调他在监狱里面，你是随时可以调出来的啊，所以这一段期间是没有拒保的理由啊。对不对？你是应该是应该要对不对？应该撤销他的羁押，不能够我不晓得。就说你的羁押，我们很简单很简单，他已经进去了，你就应该全部花完了。等到另外案子，你另外案子。对啊，就说等到他要出来，你已经没有办法调他过来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看你是要羁押还是你要拒保嘛。这时候你是另外来算啊，怎么？那如果说好，现在你说给他拿回去了，你担心说他将来没有钱来担保，那你就把他羁押嘛，你又另外那件也可以羁押。那个包委员现在就是考虑点的问题啊，哈，那个委员的考虑是说，当他去执行的时候就要重新，等到他执行完毕的时候再考量，另外一个还没有确定要不要拒保。那实务上的做法是在一开始
他你去关的时候，那六申请法官重新思考说，你这个还没有确定的案件，要不要拒保？其实是两个点呐，到底是在去关的时候重新来思考，还是判决确定去执行的时候再来设，就是这样子。考虑到说，第二节准备这样好了，好，所以这里就牵涉到说我的拒保的原因消灭是什么时候嘛？因为你现在是两个案子嘛，对不对？两个案子他当初拒保的金额是综合考量，好，是综合考量，所以你另外一个，那现在就你的综合考量，但是一个案子，因为综合考量是说我人在外面才综合考量嘛，对不对？因为你是拒保，不是羁押嘛，对不对？因为反正我就一个人嘛，是。然后呢，今天你就是让我放在外面逍遥，所以你今天有两个案子，所以你担心我会跑掉，因此把它设定一个比较高的金额嘛。可是今天我一个案子确定我已经被你抓进去了。所以抓进去，我不会只是对这个案子抓进去啊，那个案子你要随时调，我是可以调的。所以在我执行的这一段期间，你根本没有拒保的原因，对不对？也没有羁押的原因，因为我人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在这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综合考量，你那个钱还是要还给我。然后等到说我要出院的时候，出狱的时候，你呢？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从这个已经讨论这么久了哈，那我们从这个第一项啊，没有问题吧？第二修正动议第一项你们同意吧哈？这没问题。那这第二项呢？啊，就德要改成因嘛？你们觉得说不宜嘛？是。那还是维持，还是说要维持原来这个，还是依照这个廖振廷委员所提的那个提案，这个第二项。原来还是要原来的条文呢？第二项原来的条文都比现在修正动议来的窄，比较窄有点窄，比较窄。修正动议是比较宽，那第三人他不要承担那么大的责任。第三人的部分，不是，如果到我们现在修正的动议的那个部分，那个检察司那边有没有意见？到修正动议的，如果没意见就可以。好，那就修正动议第二项，就到修正动议。啊？第二项这样不清楚了。那你哪边？因为我是觉得文具你们要再改了，就是说你第一个你是说确定的，所以你要免除拒保的责任嘛。那第二个你可能譬如说要讲是说，因为你这里直接讲被告或拒保，就是缴纳的人得申请退保。那你这个你要是要讲说没有第一项的原因的人，就或者说他还在这个就是拒保。就没有具有这个不具有第一项，然后的第二项是，就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要把它形诸文字，这样子看不出来了。不是，报告委员，这个是当然发生，第一项是当然发生，只要这样的情形，你就当然免除，所以配合的第三项。那第二项呢，没有当然发生，所以要靠申请，它的理论基础是这样。可是你的第二。所以啊，因为他这个是啊，得申请啊，这个是要不要申请是他的权利，是他的权利，对对。这个当初的立法本意就是这样子。当然会是得啊，就是如果依照他的，其实应该这样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争议是实务上。都误用了一二项里面呢，他没有所谓的刚刚像林厅长讲的，就第一项的部分，他其实是有这种要件，就应该就要免除拒保。那到第二项是其他的状况的时候，才依照申请去裁量。现在实务上其实是，即使是有罪判决确定，好，那该案的这个拒保的这个交保金的部分，其实应该是已经本案判决确定，应该就可以去。对，发还，但是他把那个其他砍拖的理由的时候，你其实应该你变成你他没有优先用第一项，你要用什么样的文字来告诉说这个第一项、第二项的关系？因为我真的觉得第一项真的不清楚。其实法条这样规定是很清楚。那委员刚才所讲，不是那个委员刚才所讲的，那是执行偏差的问题。执行偏差应该是透过呢，我们司法院再去教育，而且透过这一次，
委员的提案，让我们有重新思考的机会，说实务上要不要改变，是这样子。哎，那基本上这个是符合法理基础的。立法体力上啊，那本来就是由这个应该是由近到远啊，哈，或是这样来看的话，那第一个当然是很明确的嘛。是。那第二个就是有他是他对他就是他申请人的申请的要件，当然是他申请的时候，他有些是那要件是符合的，有些要件可能会不符合。所以申请不是说我申请我就一定准，应该要准。是。就是说可能是保留这个一个意义存在了。所以照理讲这个德的话应该也还好了，就第二项，就是修正动议的第二项的法院或检察官得准其退保。那得申请本来就是他，这是他的权利。那因为申请的状况如何，法官检察官要去做判断了，所以这个也不能说给他定死了，就是说他阴了哈，所以这一点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以立法体力来看，是也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会比较理想，是完备一点。重点不在于德啦，重点在于说你的前提要件根本就看不清楚。如果是依照刚刚那个林庭长所讲的，我会建议说回到原来的条文，还比现在的条文清楚。就是原来现条文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你前面的第一项很清楚，对不对？我说第二项回复到原来的条文，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因为你第一项的是当然发给你嘛，那第二项是说如果你是第三人，那你遇到对方要逃跑的时候，你可以去申请退保。那另外我觉得说还要再加上说，如果你案子虽然判决确定，但是你是譬如说你是有牵连犯或者什么有另外的案子，然后呢就是一案已经判决确定入监，但是另外一案呢还没确定的时候，那你要申请退保，那这时候你可以去申请，但是要由法院来审酌，就必须要把这个情况，因为否则的话你真的看不懂你的第二项是在指什么。第二项有包含报告的被告争这个之后，你变成把那连那个第三人的原申请的原因都搞不清楚啊。原条文的第二项只限于逃匿的情形，我刚刚质询就是。不只是这个状况嘛，你加了被告自己逃匿也不可能是这个问题嘛。对啊，我自己认为是第一项执行在实务上碰到的被误用了，确实是执行的问题，所以才要去解决被误用的状况。在第二项文字如何去明确说第一项是当然就是不待发还不待申请就应该发还，那问题是说现在大家要去解释有罪判决确定是解释成所谓的全部有罪判决确定，还是该拒保之个案拒保之该案的有罪判决确定，没有讲清楚嘛。可是那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哦，这样好不好，就是说这个第一修正动议的第一项大家都没意见嘛，那第二项谁有意见，现在谁的意见？如果是照修正动议这个方式来进行的话，司法院没意见，法务部也没意见，没意见那就要照修正动议就好了。不行啊，我有意见啊。啊，因为这个不清楚不楚的啊，你不能够立这样的法啦。是怎么样？我会建议啦，如果要清楚，因为这样的一个修法根本解决不了刚刚我们所谈论的问题，根本从这里面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今天我案子确定了，然后呢，今天我要去申请退保？然后他不给，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会讲说，好，第一项，不是啦，第一就很简单，现在解决就好了嘛。就第一项就免除拒保之责任，然后不带申请，就第一项，我是觉得就直接把它讲，就不带申请，然后法院
法院或检察官不再申请，即应将保证书注销，或将为。那第三项已经有了。可是你第三项，你现在就说你被滥用嘛？照修正动议就可以了，因为在第三项里面有明定了。嗯。好不好？立法理由加一下好了啦，就是与本案有罪判决确定而依法入监时，或就是把那个有另外合并，应该合并分开的文字是不是加一下？那在立法里面把我们刚刚担心本来应该是分开认定、分开判断，我是建议在因为没有讲清楚嘛，他只有说本案有罪判决确定而依法入监嘛，应该是说受交保的该案件有罪判决哈、哦，对对对对对。那你要去告诉他，所以你在发还的时候就不应该合并考量嘛，嘿。所以这个立法理由就写本案，那另外一个案子就在他，你看。是啊。判决权你就要发还，就讲本案。他现在就本案确定。不是，加一个啦，不以他案是否确定为必要，应以他案是否应该应该定为考量是否有保全执行问题啦，好不好？加一下本案他案的关系，那这样我至少。会觉得你在本案里面文字你们认为很明确，那我们应该要讲清楚，因为这样子的话才知道说本案他案其实我们都是以本案他交保的判决确定入监执行来当作发还理由，那也就是说法官跟检察官在看到第一项的时候不能说这个交保的这件本案虽然已经判决确定可是还有一件案子所以我就不准，嘿，是不是就加一下这个说明一下，那也许就会比较清楚，那将来你们的内规啊或者是什么你们再去处理，这样好不好？
不会了哈。那，那个，现在请宣读协商结论。对。宣读协商结论，第119条，撤销羁押、再羁押、再执行羁押、受不起诉处分、有罪判决确定而入监执行，或因裁判而致羁押之效力消灭者，免除拒保之责任。被告及拒保证书或缴纳保证金之第三人，得申请退保。法院或检察官得准其退保，但另有规定者，依其规定免除拒保之责任，或经退保者，应将保证书注销，或将未没入之保证金发还。第三项规定于前三项规定于受责付者准用之。那还有那个说明。说明栏的部分，在说明一，在说明一的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自应免除拒保责任后，加令他案有无拒保之必要，检察官或法院应另行审酌。原修正第一项已知周全，已求周全，宣告完毕。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那报告委员会，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吕召集委员协商说明。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